现场还拿假洋具。为什么？哇，就是性变态，一个性爱的房间里面，拿假洋具在那边甩，然后你还不能笑场。哦，他那个就这样甩，然后丢在我身上。不是，那你牺牲的点在哪里？没有，就是说我必须要放下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就是羞耻心，羞耻心就是你要做出一些很恶心，例如手摸私处，然后那种陶醉的那种动作。是为性牺牲啊！为了拍片做过最牺牲的事，哎，我必须要讲个真心话，这不做效果，演员没有什么资格说啊，我很牺牲，真的，因为演员的投资报酬率已经高于一般的工作人员，是，而且又没有人逼着你，是你愿意投入这一行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牺牲应该，但是也有就是真的是很痛。马里奥，来，你的良心在哪里？摸着讲。我的良心啊，就是说，你良心这么低啊？我演过最牺牲的就是我大概在去年演那个叫穿的内裤，穿的内裤演戏，真的是内裤，但是当然有保护措施。那是我们牺牲吧？不是，你们观众牺牲。对啊，你没有想过是跟你对手？因为我演一个，就是在视讯，在疫情的期间，全部都用视讯的画面来呈现。然后呢，我就是网络性爱，就是看着。对方的有点性变态的感觉，哎，没有性变态是另外一部，对，然后就自己 DIY 就做出自慰的动作，然后穿的内裤就在镜头，因为我也不会害怕，因为泳裤其实跟内裤是一样的，对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哇，我第一次尝试，而且是三角的哦，你如果穿四角的那还是逊，要穿三角的，海边有时候就会出来，炸开了。对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在今年的工作。那比基尼线有稍微处理一下吗？就是杂草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杂草也不多。然后我们也要知道你家杂草长怎么样。好真实，好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演，真的是演所谓的变态，性变态。OK， 那是为戏，这戏的角色啊。那有差很多吗？你跟性变态？性变态的那个。整个嘴脸是完全是很合啊，很合啊，所以有要演就对了。好，镜头 take 一下，笑一下，正常的性变态，不一样，就一样，不是，那你牺牲的点在哪里？没有，就是说我必须要放下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就是。羞耻心就是你要做出一些很恶心，例如手摸私处，然后那种陶醉的那种动作，是为性牺牲啊。然后就是，可是我觉得我演的我感受到很大的成就感，因为那个摄影师他是非常严格的摄影师，他居然他会从他嘴巴讲说，他一拍完，然后导演喊咔，然后他这样 very good， 就是马来西亚一个摄影师，他非常专业，他说。Very good， 终于拍完了，全部到位，就是一镜全部到位，从东，然后现场还拿假洋具，为什么？哇，就是性变态，一个性爱的房间里面，拿假洋具在那边甩，然后你还不能笑场，他那个就这样甩，然后丢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就拿了就是很低级、很猥亵的动作，然后配合我的长相，完美。这个是不是在导演选角第一个就想到你？我觉得有，甚至我还可以自夸的讲，我是国防部的模范匪谍。哦，真的，因为我以前常常演举光日啊，演举光日那就是要演一些盗卖军情啊，哎，泄露军机啊，哎，怂恿这个军人怎么跟对岸合作这些的。你不能演正气凛然。对，然后我就演很久，我就跟导演讲说，导演，我能不能也像，比如说像汪建明，他就是一个很正气的军官啊，中校副营长或怎么样。我说我能不能也演个正规的军官嘛？没办法。然后没有导演说，好，小马，那我来帮你跟上面请示一下。后来他就电话给我讲说，小马。国防部那边啊，他还是属于你演匪谍，你演匪谍演得太好了，那也是一种肯定。所以我找演军官就是所谓的，就是演军官就是盗卖军情啦，跟对岸私通啦，然后性骚扰女士官啦，然后不让官兵有循正常管道申诉啊，就是类似这种问题的军官，也是军官啦，哎，就是这种的。那你呢，做过什么样的？其实我们演那么多角色，牺牲多少会有，但是因为女孩子毕竟还是女孩子，我觉得我比较会怕一些虫啊干嘛什么的。我记得就是以前演过戏，说台湾比较就是会在就是那种树林里面，然后那些虫啊蜘蛛那种很怕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
演那种神鬼的东西，然后他就是要让你在手上全部放那种面包虫，嗯，全部都是活的，然后一把，然后要变成金钱，然后就是这样，你要假装五四三二，然后整桶全部倒在你手上，你就是要停十秒，然后你就是不能喘气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哇很恶心，然后整个鸡皮疙瘩这样子。那是我觉得最恶心的一件事情，这个很对，这个那就真的蛮恶心的。那如果要你拿蟑螂的话呢？那你还是要拿，还是要拿。那十秒你就是必须要忍耐。你一集拿15万，你就是要拿。我叫你捧的屎，你都要拿。他说500嘞，500你拿不拿？我就拿小份一点，还是要，因为我们拍戏啊，就前日现在正在播的那个《地狱里长》，我演杀人犯嘛，我演杀人。那在那个暗巷很脏，然后又野狗。流浪狗大便，那工作人员在塞的时候一定会踩到大便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就很臭。那我就很，那我是要跪在地上，把人家勒死，我就很害怕衣服。然后我就在看，说哪边有踩到那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好 action， 然后就拉过来，然后还逼掉那个狗屎，这样你都避开。马六，你的位置不对哦，我说哈不对。哇，因为我好怕脏，你说泥巴就算了，可是便便，而且是脏的话，你可能会不联系，就还要再找同一只狗来，所以我很怕脏。你说淋雨都 OK， 人怕的东西不一样，对对。